是。你们之间就是互相不认可对方的价值，你大概认为在外面挣点钱是很容易的。带孩子伸手，
各种不耐烦。哎，行，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细想起来真不容易啊！来，请关门，我们看看，交不交财权吧？请开门。回家写一单子，15号还房贷15000，16号还车贷17000，18号还装修贷32000，一个月收入5000，老婆请管账。之所以让你去把这个交出来，因为这是他最介意的，你先给了他了，他自己可能就会发现，管家庭的钱是一件多么烦的事儿，他自己都不愿意管，听明白了吗？